大家好，我是阡陌 Sylvia 张，我本科毕业于著名的艺术殿堂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大学的珠宝设计专业，毕业以后呢，来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艺术与设计大学攻读艺术硕士。那毕业以后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创立了自己的同名设计师品牌 Sylvia 张以墨珠宝，那主要就是做一些原创的银饰以及高级定制的珠宝。还有一些跟非遗文化有关的艺术项目，比如说这个系列就是叫做重生山海经奇兽皮影的一个项目。山海经是一部先秦古籍，它包括山经、海经、大荒经、海内经，记述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地理、天文、神话、宗教、动物、民俗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说是古代版的神兽识别指南。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平时根本想象不到的动物，比如帝江是天山山神，也是歌舞之神，形状像个口袋，颜色像火，六只脚四个翅膀，没有面目，只懂歌舞。朱建是中国神话里的一个妖怪，样子像豹子，却长着人的头和牛的耳朵，只有一只眼睛。我非常惊叹于古人的想象力之丰富，《山海经》的这个奇兽世界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之中。然后我在陕西等地看皮影戏的时候，发现皮影的颜色真的太美了，尤其是半透光的特质，更加凸显了颜色的鲜亮。我想，如果能运用到艺术首饰当中，效果一定会非常好。于是就有了《重生山海经奇兽皮影》这个系列的灵感。皮影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材料，所以一直都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皮影是生牛皮制造的，质地比较硬，不容易弯曲和塑形，所以传统的皮影戏都是平面二维的，而我的这个系列艺术首饰是立体的。如何能达到立体的效果呢？我决定创新使用金属和亚克力作为边框造型来固定皮影，这些材料的综合运用在传统皮影艺术里是没有的。同时，皮影颜料跟我们平常使用的颜料不太一样，它是用牛皮加颜料熬制而成的。这种颜料对温度和湿度的把控要求很高，在这方面我进行了很多尝试。还有就是，传统皮影里的着色大多使用纯色，一共只有7种基本的颜色，而我尝试着做出了颜色的混合。这个《重生山海经奇兽》系列一共包含10件艺术品，其中有头饰、有手提包、眼镜，也有大的项链等等，每一件呢都是以《山海经》中的一只奇兽为元素进行设计的。工艺方面，我复活了传统的皮影工艺，手工雕刻和上色，结合了创意材料，让设计更加的现代。这一件是《山海经》中的耳鼠，耳鼠是用它的尾巴以及大耳朵进行飞行的。这一件是《山海经》中的神兽朱建，它人面豹身，牛耳一目，有长尾，能发出巨声。这一件呢是《山海经》中的哈哈鱼，哈哈鱼呢是一只鱼头人身的鱼，在游的时候会发出哈哈的笑声。很开心，这个系列入选了2020年的 Fashion Art Toronto 多伦多时尚艺术周，并且在地标景点 CN Tower 安大略湖边的音乐公园进行了户外走秀。模特的脸妆和发型设计都选用了偏白的色调，以模糊掉人的形象。由于传统皮影的肢体关节是可以活动的，我在实践设计中加入了不少灵活的部分，这样当模特走动起来的时候，更有奇兽复活的感觉。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传统文化的90后，我也希望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包括说海外的外国人，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说像《山海经》啊、《皮影》啊，这些都是。我也希望就是更多设计师和艺术家能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对我们的非遗文化进行一个创新的设计，因为我相信只有使用和创新可以让传统延续下去。